读过书还能再读？不行。所以反正没读过就是读就对了，对啊。王，最近有一个王，数位消失。哦，数位消失。点满一次可以跳两格高，好爽！这种分组菜，里面放那个吧，木头吧。你要不？我去。还有这种里面烧一个锅子出来，我们应该没有捡锅子。我们旧的那边还有一大堆药跟小工具。那个最左边那个火锅是有锅子的，第二个最左边第二个应该也有。一个两个，加减。只要放个烤网而已啊。哪里有锅子？那锅是烤的啊。到了。那锅子就是烤的啊，好香。那锅子拿起来怎么接？锻钢跟油这种原料类的，是放哪？不知道。啊？就每个箱子都开开看。你就只有走进中间的箱子，或者什么东西？锻钢跟油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找到了。第三排第三个吧，第三排第二个。我在煮菜。好久。那个不用自己顾好吗？捡到武士刀哎。就是骂的人，耶！四刀之前就一堆了吧？什么？不如说，近战武器有人用 ？KSG 十二。好多超级变种人哦！每栋建筑物里面大概有十只，每次重生就死。开心！怎么煮什么都要三色豆啊？我在文件柜里面放奖杯呀、啊。
荧光棒也是那个中国人魔族的哦。对啊。对吗？好像。哇，因为他没有那个中国人的标志。咦？5:05啊。他觉得好不快哦，是不是 video 啊？
身上变态的声音，吓死我了，超大声。